小汽车喽，谁要买小汽车呀？哎呀，吆喝了一天，一个都没卖出去，好累呀！哎呀，肚子好疼呀！我要赶紧去上个厕所。哎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小汽车吗？正好没人，我偷偷拿一辆走吧，这样没有人会发现的。走喽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少了一辆小汽车呀？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我的小汽车了吗？小怪兽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呀？哇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小汽车，你从哪里拿的呀？你可没有这么多钱，你不会是偷来的吧？对呀，奥特曼，你喜欢吗？啊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呀？赶紧还回去，不然别怪我不和你一起玩了。要还你自己去还，我还就我还。不过呀，你要去给人家道歉。嗯，那好吧，我们走。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我来还车了。小奥特曼，你怎么不付钱就拿走我的小汽车呀？啊，不是我拿的，不是你拿的，是谁拿的呀？而且如果不是你拿的，怎么是你还回来的呀？真的不是我拿的，老奶奶，你不信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嘛。那好吧，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，我的小汽车到底是不是小奥特曼拿走的呀？如果是，就发送数字666；如果不是，就发送小红心告诉我吧。我去上学校，天天不迟到。哎呀，这马上下雨了。哎，这地方怎么这么多小动物呀？小怪兽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我们现在找不到自己的家了。是呀是呀，马上下雨了，我们找不到家了，会被雨淋湿的。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哎呀，我这要去上学，我没有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。佩奇，你能帮我们送回家吗？啊，你们怎么啦？迷路了？嗯，那好吧，那我现在就把你们送回家吧。那我先看看小猴子的家在哪。哦，原来在这儿。然后把小猴子送回家。嗯，再看看大象，也把大象送回家。还有斑马也送回家，还有长颈鹿也送回家。还有狮子也送回家，还有小袋鼠，哦，找到了，在这儿呢。然后我们再把老虎送回家。好了，都帮你们找到家了，谢谢你佩奇，帮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家。不客气，天快下雨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，帮我们谢谢佩奇，帮助我们找到了家呀？做冰块喽！今天佩奇和乔治到我们家来做客，我给他做好吃的冰块，我给他做的是草莓口味的，把我草莓味的牛奶倒进模具里面，满满的，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做好了，贝尔姐姐做好了，那就该我吧。佩奇和乔治到我家来玩，我给他准备的是蓝莓口味的牛奶，看我做的可是小熊形状的哟，蓝莓口味的牛奶做成小熊形状的冰块呀，又好看又好吃，佩奇和乔治呀一定爱吃，看慢慢的倒，一个一个的倒，而且我比贝尔姐姐的好像还多呢，看做完了，佩奇乔治，你看我和贝尔姐姐给你们做的冰块，你们喜不喜欢呀？哇！贝尔姐姐、白雪姐姐，你们做的冰块可真好看，一个是蓝色的，一个是红色的，我们很喜欢哟。是啊是啊，真好看真好看，肯定还好吃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更喜欢谁做的冰块呢？是我的还是贝尔姐姐呢？给你小红心告诉我们哟。我是熊妈妈，我的宝宝不见了。小泰罗，你看到我的宝宝了吗？啊，你的宝宝，我看到了，在羊妈妈身上呢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我的宝宝了，谢谢你泰罗。宝宝跟妈妈回家吧。那我的宝宝去哪儿了呀？宝宝你在哪儿？羊妈妈别着急，你的宝宝呀是被大象妈妈抱错了。哎呀，吓我一跳。我的宝宝快跟妈妈回家吧。哎，羊妈妈别走呀，我的宝宝还没找到呢。那小泰罗，你知道我的宝宝在哪儿了吗？嘿嘿，你的宝宝呀在企鹅妈妈那里啊。企鹅妈妈，你怎么背着我的孩子呀？啊，这是你的孩子呀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就还给你。走喽宝宝，我们回家喽。啊，那我的宝宝去哪儿了呀？小泰罗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宝宝呀？你的宝宝呀？我没有看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企鹅妈妈的宝宝呀？哇，今天运气可真好，出门就捡到一个小宝宝，我要把它带回家喽。哪吒，你快把企鹅妈妈的宝宝还给他。想让我把宝宝还给企鹅妈妈也可以，只要你拿小红心跟我交换。啊，可是我没有小红心呀，我也没有。我的宝宝呀。企鹅妈妈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送给哪吒哥哥，让他把企鹅妈妈的宝宝还给他呀？拜托你们了。放学喽，弟弟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公交车吧。好呀好呀，哥哥，我们一起在这儿等吧。等等，还有我乔治呢，我也要和你们在这儿等公交车。滴滴滴，快停车。哎，他怎么不停车呀？乔治，这辆车可能坐满人了，我们等下一辆吧。嗯，我觉得萝卜哥哥说的对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下一辆车吧。哇，哥哥，你看又来一辆车了，停车。啊，哥哥，他怎么都不停车呀？小朋友们，我注意你们很久了，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阿奇警长，我们没有做坏事，我们只是在这儿等公交车。哦，原来你们是在这儿等公交车呀？你们不知道吗？这是斑马线，斑马线上是不能停车的，所以你们要去对面站台等车。哦，原来我们站错地方了，我们知道了，斑马线上是不能停车的。布鲁、乔治，走，我们去对面的公交站台等车吧。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斑马线上是不能停车的，如果知道的话就发送小红心，不知道的话就发送数字666告诉我吧。今天我买了一个草莓蛋糕、巧克力蛋糕，还有蓝莓口味的蛋糕、苹果口味的，还有酸奶口味的蛋糕。你们看，我买的这五个蛋糕是不是很好看呀？一个给妈妈，一个给姐姐，一个呀给奶奶，还有一个呀给爷爷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就给我。对，就这样分。然后呀，我就去叫他们去喽。爷爷奶奶、妈妈、姐姐，你们看，这个呀是我送给你们的蛋糕，你们喜欢吗？哎呀，我家乔治呀长大了，会给爷爷奶奶买蛋糕啊。爷爷奶奶可真高兴。哎呀，爷爷奶奶，你们喜欢就好。哎，我总感觉好像少一个人呢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吧，乔治，你是不是忘记爸爸？
爸了呀。哎呀，还真的忘记爸爸了。爸爸爸爸，我忘记给你买蛋糕了。哎呀，乔治呀，你这样做太让爸爸伤心了。哎呀，爸爸爸爸，别伤心。你看，我把我这块蛋糕给你，然后呀，我再给你个巧克力，好不好呀？爸爸，你就别生气了吧。哎呀，乔治呀，别那么认真。爸爸呀，只是跟你开玩笑呢。哎呀，爸爸，还是对不起，忘记给你买蛋糕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爸爸呀，本来就不爱吃这些甜食，但是的话，这个巧克力爸爸就收下了吧，你就别难过了。嗯，爸爸，明天呀，我就去给你买两块小蛋糕，给你补上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呢？给你小红心告诉我哟。僵尸小僵尸，我来找你玩了。哎，小僵尸，你怎么还在睡觉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我们一起玩。看，我带来了我的滑板车，还有拼图，快起来吧！哎呀，乔治，大早上的吵吵闹闹的，我还在睡觉呢。天天都让我玩这个拼图，我不想玩。你不要再找我了，把你的东西都拿走，拿走。乔治，你怎么了？大早上的在这哭呀？奥特曼哥哥，小僵尸不和我玩，还把我的这些拼图都给弄乱了。乔治，不用难过，现在奥特曼哥哥来帮你把它拼好吧。我可是拼拼图的高手哦。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拼图。这个是小鸭子还是鱼呀？那我们先把这放这儿。好，看看这个。哦，这个好像是嘴。哦，原来这是小鸭子呀。这个呀放这儿，这个放这儿，这个放这儿。好了，我拼好了。乔治，走，我们去游乐场一起玩吧。来，我们玩这个转盘怎么样？啊，这个转盘，我小僵尸也想玩。乔治，奥特曼哥哥，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？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和小僵尸一起玩呀？如果同意就发送数字111，我不同意就发送数字222吧。蓝青蛙，咱们面前呀有两块蛋糕，咱们来比赛，谁要是吃了豆豆就豆呀，这两块蛋糕就是谁的，怎么样呀？好呀好呀，我肯定会赢的。那说不定我会赢呢。来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先把豆豆给倒上去，然后我数321就开始。321开始，快吃快吃，都是我的。不对，是我的。我要快吃快吃，我要快吃。然后呀把它吃光吃光，快吃快吃快吃。哦，全都是我的。哎，吃完了，我吃的肯定很多。不对，明明我吃的比你还多。那咱们来数数吧，先来数数我蓝青蛙的，我蓝青蛙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我有11个豆豆，该我红青蛙了。我来数数我有多少个呢？我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你看我也有11个豆豆啊，我们都是11个豆豆，那蛋糕怎么分呢？要不然咱们平分嘛，不是有两块吗？你一块我一块怎么样呀？我看行，那这个紫色的就给你，黄色的就给我吧，这样就公平了。对，这样很公平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分公不公平呢？要是觉得公平的话，就给我发送小红心哦。今天我在童话王国封印了3个公主，这3个公主呀最漂亮了，我要把她们的皮肤美貌全都放在我身上，这样我就是森林里面最漂亮的蛇精了。蛇精，你想干嘛？你赶快放了我们。是啊，赶紧放了我们，不然等一下你就可惨了。我才不信呢，难道还有人来救你们吗？我把你们封印的时候可是悄悄的，没有人会知道是我把你们封印走的。你们呀就别折腾了，让你们的美貌你们的肤色全都到我的身上来吧。蛇精，你想干嘛？赶紧放了公主们。就来一个奥特曼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还有我呢。怎么来一个植物呀？还有我。怎么来一个哪吒呀？哎呀，一个奥特曼，一个植物，一个哪吒，这好厉害呀！哎呀，我也打不过呀！哎呀，算了，先跑吧，跑了再说吧。公主们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的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没事的，只要你们安全就好了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可以给奥特曼哥哥、还有植物哥哥、还有哪吒哥哥点一颗小红心，为他们补充能量呢？这样他们就更厉害了。我不是一个玉米，我也不是一个水蜜桃，我更不是一个牛油果啦。哎，你不是玉米，那你是什么呀？哪吒，需要你给我一颗巧克力，我就告诉你我是谁。好呀，我这里呀正好一个巧克力，给你吧。快让我看看你是谁吧。哈哈，哪吒哥哥，其实我是小萝卜，是不是没有想到呀？那水蜜桃，你又是什么呀？奥丁哥哥，你也要给我一个巧克力，我就告诉你。没问题，我这里也有一个，给你吧。你看，这可是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呢。哈哈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其实我是小泰罗。奥丁哥哥，你是不是没有想到呀？牛油果。那你是谁呀？你也快告诉我吧。当然可以告诉你啦，不过你也要给我一个巧克力。没问题。别，其实我是布鲁。怎么样，葫芦娃哥哥，没想到吧？哈哈，有巧克力可以吃喽。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猜到他们都是小奥特曼呀？如果猜到的话就发送小红心，如果没有猜到就发送数字666吧。